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十一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立委乌色案件台北地检署今仔日起诉前后任立委，拢总有十二人。台湾外销订单连续六个月拢是正成长，八月金额是有史以来单个月上盖冠的纪录。十八号的三条产地介绍帮盘市价刷起大价，企业主也希望改变行销方式，调整介绍。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集体乌色案件在今仔日终结，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起诉现任的立委苏进清、廖国栋、陈超平、赵正武，也佮有前立委徐永平，以及着泰流前董事长李兴龙，拢总有十二人。检方也查到讲，这个乌色案件的金额要到五千万。专案一审法院了后，敢会继续收押呢？证人也是紧紧看。超过一个月，立委苏进清等人被一审甲法院因为检调侦办立委涉嫌集体受贿被害，二十一定谳，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罪嫌，起诉民进党立委苏进清、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无党籍立委赵正武等人，变卖国家公权力，沦为理性被告所豢养的家臣。对于坚持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决定，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为鞭笞、骚扰及恫吓。这案件检方办案团队为监听甲发动侦办，将近四年调查到苏正清有65件惯证，起诉书当中指出太平洋流通前负责人李兴龙涉嫌透过白手龙郭克明送钱给真侪名立委利用职权，是涉经济部官员撤销太流证主登记，佮推动收款，想要夺回收购经营权，涉案立委收钱上济就是苏正清2580万，甚至以借钱的手法来暗砍缓刑。国民党籍立委廖国栋是三摆收790万，甚至甲助理开车到饭店外口收钱。国民党立委陈超平涉嫌收100万。我们并没有认罪这件事情。徐永明涉案当时以贿赂古板公听会而得罪李兴龙对手是徐东，暗个时代力量无经费，佮拄到立委选举有资金需求，才答应办理公听会，暗个最后因为收钱方式不为我，无摕到钱，只有继续行贿。无当一地位调整，我涉嫌偷走税，依属非业者涉案案件数，将阳明山国家公园土地变更为民众用地，被检察官提起公诉。某地段的土地划出国家公园管制区的假象，取信诚信业者，而向诚信业者诈得1100万元。另外，关键人物李兴龙甲廖国栋助理丁福华为争取减刑，已经承认全部缓刑，转回有点证人。前立委陈东山是得到无起诉处分。涉案的现任立委无被铁道公权进行，立院开议期间薪水照领，全案起诉后被收押立委，会被法院裁定收押，也是交保，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台北地检署因为乌色案件起诉立委等拢总有十二人，也因为立法院已经开议啊，立法院的秘书长表示，根据着宪法的规定，检调若准备继续收押，就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才会使。台北地检署二十一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前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民进党立委苏进清、甲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等十二人。时代力量中央党部开记者会表示，正在司法结果会加速推动制度性改革。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涉及收国案遭起诉，造成社会大众纷扰，我们时代力量这边深表遗憾，我们同时也会最谨慎、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党内的制度改革。没有什么其他的评论，就是尊重司法。如果是起诉后交保，就没有这个续押的问题。你要羁押现任的立法委员，需经立法院院会同意，我们也只能静待司法调查。宪法征收条文规定，立法委员除了现行法以外，伫会期中会经立法院许可并逮捕或实施拘禁。如今立法院已经开议，确实地检署要收押被告，爱征询立法院的许可。立法院秘书长表示，检调是毋是收押，爱发文经立法院同意。如果他们要再延押，或者是要再做其他的动作的话，也许就一定要给我们文，让我们来做同意与否的决定。
立委牵涉集体受贿案，游说法早已经明定，向立委游说拢爱登记。按过立法十三年来，游说登记案件只有417件，立委已经在受罚。过去讲说大家都用桥事情，其实桥这件事情在专有名词上，你也可以称之为游说。只是这个过程到底多公开，但如果涉有不法的时候剪掉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监核，能进国会讨论跟查办吗？完全是不行的嘛。所以很多还是在自律的前提之下。民众党指出，即卖法律对游说定情侵权定义拢无够严格，甚至将政治现金法拖高。民众党会提出游说法修正草案，加政治现金法修正草案，落实游说定义。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日宣布讲，搁再增加两例对境外入来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两个台湾人，一个是对印尼，一个是对缅甸登来到台湾。目前台湾到达已经509例，也强调讲501甲509这两个人是坐公班飞机，不过两个人是无牵连的。国内搁新增加两例新冠肺炎境外移植病例，全部拢是台湾人。第508例是70多岁男性，今年6月到印尼工作，9月17日出现发烧、鼻无遮症状，暗过无伫个当地看医生。9月19日当个回国入境时有发烧，佮主动告知症状伫机场采检了后确诊。509例是30多岁男性，去年10月到缅甸做生意，今年9月17日入境时无症状，因为佮之前确诊个505例坐同一班班机，而且是前一排座位个旅客，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当暗陆续出现咳嗽、发烧、食无自备这症状，送医采检了后才确诊。缅甸现在的疫情是总共是5805例啊，94例死亡。他昨天有到最高一天是671例，所以他整个疫情都是在上升哦。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第509例甲505例是共班机，但过两人无关系。第509例是一人公司平常时一个人食饭。另外，针对有媒体报道，501例是某一个作业大厂员工，有两名员工甲有密切接触。但过，当个台湾确实居家检疫，毋是居家隔离，恐惊正做防疫航班。指挥中心解释，这两人入境时采检拢是阴性，而且交会查到了后，甲501例无接触，这列为居家检疫对象。这6位因为从9月9日之后就没有再碰到这个501，所以我们后来都把 这其他6位都列为居家检疫。钟英雄强调，目前国内回来都要居家检疫，由村里干事居家检疫关怀，居家隔离是跟确诊者接触人，由卫生单位追踪关怀，无论是哪一种都要隔离14天，期间若出现症状则需要采检，基本上这两种无太过大差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疫情爆发了后，越南是进行封锁政策，搁再加上国际航班停飞，伫台湾失联的移工无法度甲因遣返回去。不过移民署驻越南办事处以及着外交部协助之下，第一用专机甲290名失联的移工全部送到回去。穿防护衫、挂嘴暗，即个排队等量体温的，拢是等待被遣返的国际失联移工。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飞往越南的班机减少，滞留在台湾的失联移工，只能以补空飞的方式遣返回国。所以，伫帮助少空飞搁不足的情况，造成移民所收容所人手满的困境。越南自3月底开始实施国境管制措施，在疫情得到控制之下，自5月底开始陆续安排专机来台接回去越南籍人士。移民署甲驻越南办事处也争取将这移工纳入返国名单，21有290人坐专机回去。那我们希望在中秋节之前，让他们能够顺利平安地回到越南，跟家里的人团聚。所有的防疫工作，我们都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那么在今天出手之前，我们也一样有在做一次的一个量测体温，做各种的一个监测。为了控管现场约300人，警方出动航警局特殊警务警力严持戒备，移民署警员也替所有移工量体温，避免防疫出现空棒。飞机场体系更加是全面应战，会当予移工下昼2点准时登机，顺利完成这班的遣返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月19柯涵人杂志在 FB 顶头表示，市地那掺沙发精增加收益个环保，却引起民众不满。柯涵人杂志讲，这是农委会广告，也随个文章提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回应讲，官方只有提供专业资讯和柯涵人，并无甲即挂惹事坑的话回应。这个科学人杂志在面册铺出大文，想要强调，咱国虽然将开放 BD 来台，不过国内有人禁止猪笼，使用三巴精来克多巴胺，也不过大文的用字用词引起争议。讲国内禁止是因为内地无好食，也表示加来克多巴胺会当增加收益个环保。科学人比划三巴精的大文，引起土家不满，事后紧急撤掉，到处道歉 case， 并且表示这是农委会公告，有违反媒体伦理加科学精神。实在不懂，会将广告费用退还给农委会。农委会绝对没有提供所谓的莱克多巴胺可以增加收益，然后会有环保这样的一个字眼。我这里要再郑重的澄清，我们只提供相关的专业的资料。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回应，争议性的字不是官方提供的资讯，也不过使用公费买广告，敢是适当？陈吉仲反过来问，即卖的网络假消息伤多，敢讲政府爱束手无多嘞？假消息、假讯息太多了，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我请问大家，难道农委会就是要束手无策吗？学者认为，事件上大的争议无伫媒体接受广告业务，但是这个答案根本都无公布，这是政府导航的宣传。看到这个讯息上，它并没有明显呈现说这个是一个广告赞助的讯息。那虽然它在文章的最后有 tag 那个动植物防疫检验局防疫小煎饼，但它并没有标示是一个赞助文。那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事实上你其实不知道这个是受到这个广告赞助的内容。依据吴善怀62条之一规定，基于行政定例维护新闻自由，公部门编列预算办理政策宣导，应该明确表示每当对立性营销。另外，科学人小编蒲文静，农委会今次有先看过被发布的内容。洪金局官员回应，当初有将 QAA 内容模式提供给对方做创意，制作符合读者胃口的答文，未来会阁检讨流程，谨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发布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美金454.9亿，而且是连续六个月拢是正成长的。另外，台票伫早盘就冲破29块，是这七年半以来上盖悬的纪录。不过，这也影响到台湾靠出口伫咧赚钱的机构业，就机械工会呼吁政府就要看顾台票变动。外销订单阁开红盘，经济部公布外销订单金额454.9亿美金，年增率13.6%，不止连续六个月出现正成长，也创历年同月新高，阁是民国100年以来历年同月上大起的幅度。跟上年同月比较的话，外销订单是增加了54.4亿美元，或增3.6%。一到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3137.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是增加了102.8亿美元。经济部表示，八月订单仍继续增加，除了载体经济、远距商机、加 5G 通信、高效能运算等新兴科技应用需求增加，再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上市比回升温，带动晶圆代工 IC 设计、记忆体、印刷电路板等接单进旺。那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产品是在海外出口，但现在都把产线移转回来，在台湾进行组装，所以台湾呢，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产品这一部分的订单跟出口，我认为会持续畅旺。另外，新台币换美金汇率11.15，29.158元，虽然贬值0.6分，按股市市场一早盘开盘报价19分，都升破19块，冲破央行总裁杨金龙风线，予以出口为主的工具机产业压力增加。机械工会呼吁政府启动台币防务性贬值。厂商这个不管是在汇率还是在关税的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竞争对手国家。如果这些出口厂商的国际竞争力都降低，不再买你的设备，流失了以后它不会再回来。他表示，新台币汇率升值已经让新台币和韩元之间的竞争力上差10%，也让台湾机械产业在国际上面对韩国厂商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若是国际竞争力流失，就不能回头。希望政府能出手协助来提升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
2018年二月，香港人陈东家涉嫌在台北甲女朋友台死，死者的老母寻求台湾甲香港的司法互助，落尾煞演变作反送中运动。本地陈东家因为白条罪去被关出来了后，不讲要来到台湾投案，到今煞拢是无消无息。死者的老母是搁再呼吁陈东家，就要赶紧投案。对陈东家讲啦，要。人在做，天在看。看到早间相片，除了思念也是思念。嫌疑犯陈东家去年十月在香港，因为涉恶真多刑满出家了后，要在媒体面头前向潘小颖的家属鞠躬回谢的，阁承诺会到台湾投案。但十一个月过去，头一摆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被害人潘小颖的母亲，搁伫等待一个公道。我哋一路等，由去出狱，喺去年十月啦。咁到台灣大選啦，咁就跟住到農曆新年啦，都係跟住疫情之後咧，都係無了期嘅。跟住爸爸就話佢啦，講一命賠一命啊，就算啊，佢台灣有死刑啊，個仔咧，你都係應該負責嘅。2018年嘅機會，陳東家涉嫌在台北甲潘小穎提示，甲伊裝在行李箱內底拖咧行嘅畫面，和潘小穎母親一直想起，在失去查某囝950多天，厝內底潘小穎嘅物件佫保留嘅，唔敢單丟。為查某囝討公道是即馬支持伊嘅唯一力量。劉玉慧指出，台港已經建立單一聯絡對口，但關鍵在陳東家敢有投案嘅意願。以目前的狀況來說，台灣政府是不可能到香港那邊去執法的。那目前看起來香港那邊也沒有任何執法的意思，所以整件事情還是要看陳東家他個人有沒有來台灣投案的意願。那目前看起來他似乎沒有真正有投案的意願啊，所以他當然不會過來啊。出家了后的陈东家行踪真低调。自案件发生以来，香港无输管浩明一直伫中央协调。对刘委会讲法，管浩明讲无留意到相关的信息，刚好讲陈东家投案的意愿无改变，伊会拍拼协助陈东家来台湾投案。记者郭灿平做整理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南的沙巴狗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海外订单是大减，国内需求也大，而且连这个产地介绍也无讲介好。不过伫北部市场，一块黏土的介绍竟然是贵松松，这款介绍乱糟糟的情形，渔业署今仔也来到台南的安南区会勘，希望改变行销方式。渔业署副署长林国平、甲立委陈定辉，还有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做伙咧食沙白鱼。台南安南区饲的毛沙白啊，即马当钓时，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外的需求减真多。地主产地介绍一台斤平均得3-4元，介绍也无够成本，或是鱼海渔民陷入困境。只有在池边价，它有这种问题，有高有低。但是在末端的售价，它还是一样同样的一个价格。那政府有没有试着去了解到这个它整个产销状况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些获利到底都是到哪里去了？产地介绍明明有落，不过市场的介绍煞拢无叮当，让民众嘛无啥想要买，地主产销失去平衡。农委会渔业署日日去台南市安南区听渔民的心声。我们除了这个内销的举办一些促销活动以外哈，那我们对于像国营企业啊或一些团体的一些团购哈，我们到目前为止私募鱼肚哈已经这个卖出去累计50万片，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往前走。除了透过农会渔会系统，甲毛沙白鸭卖给国营企业的员工，渔业署嘛推出外销的补助。另外，这个会刊嘛决定采用民代意见。把英国产地促销的方式改做在人口较侪，而且交通较利便的市区甲外县市来促销，希望让消费者直接看到台南毛沙白鸭的优点，来带动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苗栗的澳兰甲通宵的海边啊，20天都发生保育类动物跨刷情形。澳兰是发生石龟死亡意外，怀疑是去河渔船啊弄掉。另外，伫通宵是发现一只保育类的海豚，死亡原因也等来调查。一只真大只的海龟，去用发现趴伫个海沙堡顶悬，规分尸空垂了了。海巡人员赶去现场处理，发现讲是第一级保育类的石龟。甲壳长度为90公分。海巡人员详细量伊的寸尺，确认是已经大只的石龟。28:05，海巡接到民众报案，伫个后浪的海堡到海墘啊，发现这只已经死亡的石龟。专家为外观研判，初步推测，致使伊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龟壳顶悬的伤痕。食物不见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再去找其他地方，那这对他们增加他们被渔船打到的机会又增加了，所以你看今年的死掉的海龟数量都比往年还要多。
学者表示，石龟大部分生活伫咧澎湖、南苏等等的海墘啊，大食了后主要是食草蛇。也若会伫咧苗栗后人的海沙堡靠达，可能是因为海水软化，地主因找无食的物件，才会伫咧四界找食的过程当中受伤。另外，同一案伫咧通宵的白沙屯鱼港，海巡人员阁发现有鲸豚靠达，是第一级保育类的陆基属海堤。最近季节等咧交替，恐发现扩大的频率嘛加较悬。沿岸还有澎湖，还有马祖，还有金门啊，都有他们的搁浅的这个记录。姚秋如表示，从1994年开始登记的观察，陆基属海堤伫咧台湾扩大的案例内底，大部分集中伫咧基隆到台南之间的海域，伫东北季风较旺的秋天甲寒冷，发现的案例会较侪。也若即只海堤被发现的时阵已经涨起来。推测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也若陆基属海堤，大部分是伫较浅的海域活动，生存的危险也未少。食物减少、疾病、寄生虫等等，这个都可能造成他们虚弱，以至于搁浅。那人为的因素可能就很多面向。学者表示，这次扩大死亡的案件，到底是人为影响，还是自然死亡，要等解剖了后才会当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停止使用六档的屏东恒春机场，屏东县政府希望促成国际包机，今早起就伫恒春机场办理国际试航。菲律宾的北京航空对马尼拉机场飞到恒春机场，希望让恒春机场有恢复运作机会。飞林机豆豆啊，降落伫咧机场内底。屏东县政府向交通部争取恒春机场活化，经过四年的拍拼，总算争取到菲律宾的航空公司第二日训练机组人员飞来恒春。现在路线啊，还有机场到机场的定数。这几年分别经过跟六个国家、40几家旅行业者跟航空公司呢来讨论，那希望启动了，不管是东北亚、港澳，包括这个新加坡跟这个东南亚的包机，原本6月份就要开始一礼拜一班飞林机，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9月份才来试航。啊，不过嘛，为着防疫，这个航班的人员未落来，连机门嘛未拍开。等待疫情稳定了后，希望会当随开始运作。因为恒春机场到昆甸仅仅20分钟左右的车程，观光业者嘛真期待机场重新营业，会当带动更加侪游客来恒春铁佗。像是巴厘岛啦，或是其他的岛屿的度假，哦，它都有包机，都有直接国外的客人过来。那这些客人过来，当然对我们的观光业者一定是非常好。我们从大车到小车，我们会做一连串的这个，甚至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安排。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陆续在规划进行当中。恒春机场在2014年9月份了就无飞临机起降。2019年5月底，丽园航空正式停航。这次试航重新启动是机场外化的里程碑。啊，不过机场伫咧中段期改善跑道，增加原本跑道的长度，啊，佮有新起的降落跑道，提供国际航班全年起降的环境等等。交通部民航局也佮伫咧进行评估。县政府嘛表示，会拍拼来向中央争取。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地上本地要把澎湖几落十年的公有农地拿来做太阳能发电，不过农委会无同意，落尾乡公所也改变手法，打算要把这块地拿来发展高端农业。想要从乡道台20架山两边用来起太阳能供电，台东李雄乡公所希望会当活化可能无用数十年的公有地，相关基地也一度引起民间讨论的议论，只不过即马规个计划拢需要话题。都有做哈，他的那个农地变更的调点啊，把太阳能光电这一项删掉了，所以今年7月7号以后就不能送建了。农委会指出，确实伫7月初7有公告修改农业用地设置太阳能供电的相关规定，也过这个案件无法度过关，主要原因是因为被划设做特定农业区。里面的法规原本就已经有所谓的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变更的，多数是特定农业区。本来是要做农业的特定专用，在法规上就没办法允许它做变更了。当它的土地是一般农业区，我们是没有限制。农委会不同意，那就没辙了。光电都不行，就是做看高端农业还是什么温室农业啦，或者说旱作的一些农业，看有没有要投资啊。乡长指出，这块可能无用的公有地离北龙大道。金城武树顶景点都有一段距离，未破坏稻田的美景。可惜政定计划也是要取消。那未来也是继续推动农地活化，比如像高端农业，也是搁找其他适合的做法进行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通信软体微信甲影音平台 TikTok 的禁令，对20开始施行。不过，加州联邦法院的法官却认为讲，川普政府所提出的微信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不够充分，才定性停止封锁微信的动作。也来讲到 TikTok 的部分，也已经加美国的科技公司甲谷本达成协议，也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同意啊。川普政府原定20要求各手机平台每当用电信机下及时通信应用程式微信微缺，但不过美国一阵微信用户联名提起诉讼，主张禁用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加州法官考虑微信是美国真侪华人所使用唯一通信软体加沟通工具，禁止也确实违反用户权益，违反国安法的证据也报告，决定发出强制令法官。微信伫全球10亿用户结合通信、付钱、看新闻等真侪行功能，伫美国有1900万用户。川普以个人之名对中国社区媒体开战，就影响一个多亿。川普顶个月14签署行政命令，予抖音的母公司90天的时间，列出伫美国业务各下令自9月20开始禁止下载。就伫大限到期之前，传出抖音的母公司已经甲各部门、甲沃尔玛达成协议，成立新的公司。川普正式已经批准这个交易，佮透露新公司可能伫德州，会为美国带来2.5万的工作机会，佮挹注50亿美金的教育基金。But I think with Walmart is going to buy it, along with Oracle, Larry Ellison, it's going to be an incredible combination. And I said, you know, do me a favor, could you put up $5 billion into a fund for education so we can educate people as to real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y're going to have 25,000 jobs. If it all goes, I gave them the preliminary approval.抖音母公司表示，新公司依然是旗下子公司，用作后母公司保留80%股权，未来启动上市计划，增加公司治理的透明度。目前交易方案无看起来真好，演算法加技术转让，甲股份有审查原始码加更新的权限，应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是毋是正式捐出50亿美金予财政部？因表示，这款项是根据公司收支推算未来几年要交的税额，甲甲骨文沃尔玛达成新公司协议无关系。目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将下载抖音的禁令延后到24日，要予交易三方有时间完成相关作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的查某大法官 Ginsburg 过往的消息，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表示讲，这礼拜就会赶紧提出人选的名单。不过，对手阵营拜登却认为讲，要由后一任的新总统来做决定。I will be putting forth the nominee next week. It will be a woman.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大法官27年的金斯伯格过身的消息传出的隔天，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造势活动表态，伊真紧会提名继任竞选。两位之前受川普俄罗的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艾米巴瑞特和芭芭拉拉哥目前被看作是上可能的竞选，两位的政治立场拢倾向共和党保守派路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已经表示，若是提名确定，伊会推动赶紧地选前通过新任大法官的听证任命。那安尼最高法院保守甲自由派席次比例，因为高比是倾向6-3。对保守派阵营的对提权、用情权、投票权，甚至同性平权和死刑等议题实现因的主张有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0日在费城的宪法中心批评川普做法滥权，佮引用金斯伯格的委员，继任大法官应该由2021年元旦宣誓就职的新任总统来决定。So I appeal to those few Senate Republicans, the handful who really will decide what happens.Please follow your conscience. Don't vote to confirm anyone nomina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President Trump and Senator McConnell have created. Don't go there. Uphold your constitutional duty, your conscience. Let the people speak. 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国际疫情。在欧洲，真侪主要城市武汉肺炎的病例是一直在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在顶日啊就警告讲，欧洲地区目前正在面对第二波疫情，亲像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唔呐重新启动防疫措施，甚至是加强管制力头，搁较强啊。西班牙，我两个月来确诊病例数一路加悬。
健康部的资料指出，全国有超过640,000确诊病例，其中我近120,000病例拢是伫九月头两礼拜爆出来。死亡人数超过30,000，是欧洲国家中上严重的。平均每4个新增病例，就有一例是伫首都马德里。地方行政首长18日宣布，立即起37个区封城，居民只有上班、上课还是就医，才会当离开居住区域。社交群组限制伫6人以内，商店需要伫暗时10点前关门。估计马德里660,000总人口，约13%的人受影响。37 áreas en toda la Comunidad de Madrid donde la incidencia es muy superior. De hecho, estamos hablando de 1,000 contagios por cada 100,000 habitantes, una cifra gravísima, y por tanto nos vemos en la obligación de tomar una serie de medidas sobre estas áreas específicas para contener su propagación.法国是欧洲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19新增13,498人确诊，高创单日新冠纪录。部分城市顶日已经重新紧缩防疫措施，尼斯将公众场合聚集人数限制伫10人内，并且要求酒吧提早关门。马赛和波尔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休落去所民众登去工作单位，囡仔登去学校上课了后，英国的病例也是一直提升。详细的统计数据，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突破4,000，是自五月初以来的上高峰。为了避免走到第二摆全国大封锁的下一步，首相强行拜拉加雷个光环参详，新防疫措施有计二日将对外公布。另外一方面，强行19表示，立即起将对违反隔离令的人开罚。相关会当出10,000英镑的罚金。荷兰首相鲁特18日也伫海牙记者会宣布，自20起大城市的酒吧和咖啡馆下到7点起需要关门。另外50人以上的活动拢需要经过当地政府许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军机最近一直咧搅扰台湾，国防部甲国军的战备规定头一回攻击，改作是自卫反击权。根据着国际法，若领空去防侵入，就当使用自卫权反击。不过伫顶礼拜，汉光兵推遥控声讲飞弹不足的问题，不过国防部也驳回这项谣言。江基南一直交代，国防部将国军战备规定的第一级定义修改为自卫反击权，其目的是无惊敌人，避免中队的三反击。那江基对咱国进行攻击性的准备时，咱国就会执行第一级的自卫反击。我们告诉他，第一个大原则就是不要引发事端，不要引发事端，不要擦枪走火，但是不畏战，不怯战，那该有的自卫的反击。必须要反制。说领空遭到入侵了，那就可以直接遂行自卫权。如果受到敌人威胁，那第二个回避之后，如果对方还是采取敌意行为，那就是合法的自卫。以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国家伫领空领海面对外来入侵有行使武力自卫权。专家认为，将第一级甲自卫反击的中文概念分清楚，对提升士气、维护和平现状有帮助。另外，顶礼拜汉光电脑兵推结果，那边林将军爆发攻击，国军强烈面临精准弹药不足，被呼向美国采购。国防部澄清，汉光兵推是做上级的推演。并没有弹药不足的问题，但是为了因应新情势、新的威胁，兵棋的推演设定最严酷的一个作战场景。以公开资料来看，比如说反战车飞弹就不下大概3,000枚，还有爱国者加上天宫一二型，加上三型，这些加起来可能是将近800枚左右。专家表示，当前精准飞弹像天宫飞弹、爱国者飞弹，正是影响无对称作战的重要防区。未来精准飞弹在台湾军备中有关系重点方向。另外，中国解放军继续在台海演训了后，立即开始在黄海进行连3天的实弹演训。国防部表示，充分掌握中。记者综合报道。海峡论坛在中国厦门开始，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头一摆无亲身到位，是用视讯的方式伫大会致辞。伊讲到台独是一条绝路，台湾只不过是甲中国相处的一粒棋子而已。等下刘委会也回应讲，海峡论坛内容是足派，完全未堪台湾人民的检验。台独是绝路，在某些外部势力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与中国大陆博弈的棋子。统战大会海峡论坛阐述没有实质内容的融合措施，
完全经不起台湾人民检验。国民党无参加海峡论坛，干那有新党主席吴兴典、甲亲民党党部顾问李建南等等一家人去参加。吴兴典致辞的时阵讲，支持一国两制，甲台湾方案。台湾有一个笑话叫鸡飞狗跳，就是大陆的军机来飞，美国的走狗在跳，这叫鸡飞狗跳。今年海峡论坛，方认为是上无精彩的一届。王勇头一届无亲身参加，去用解脱做重要性降低。学者指出，中国讲究残疾相当，咱若针对台湾民意的趋势，北京一定爱做检讨。如果还是持续过去这种所谓大统战、大交流的思维，我想北京既不了解整个两岸交流现在的氛围，恐怕也低估了台湾人现在对于中共这种统战的警惕跟这种防堵。记者综合报道。九月二日是国家防灾日，总统蔡英文透早也出席地动避难安抚演练。总统也强调讲，台湾接地动，而且佫搞风台，几乎万全的准备，就通好应付灾难的发生。早起九点二十一分的时候，手机信息发出国家级的警报，会改用语音来通知，爱民众配合演练，拍落来暗号保持稳定，地动保命的三撇步。十点到，佫有航空警报系统发布海中的警报。109年国家防灾日，水电部嘛，伫十点五十九分的时候，要求有线系统业者做会切去公司频道，放上地动演练的信息。今天是921国家防灾日，我们办理国家级的防灾演习，现在就是在模拟应变的状况，在第一时间透过多元的管道，让民众能够掌握准确的讯息，迅速应变。国家防灾日，总统蔡英文来台南大厦附属启聪学校新化分院出席地动避难安抚演练。地动即是警报弹起的时阵，学生会当就地安抚，特地去疏散地点，表现真冷静。蔡英文甲在场的苏先讲，台湾伫咧地动带，搁常常受到风台侵袭，啊，不过若是甲准备做好，地动应应灾害的发生。我要给大家比一个大大的赞，回到家以后，也可以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我们的家人。让防灾的态度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蔡英文认为，讲防灾教育，尤其是特殊学校，更加爱充分落实。这要做是不简单，需要更加用心、更加周至的规划。所以期待大家继续拍拼，让学校建造防灾校园，让囡仔有上安全的学习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原底要求大楼若准有超过11层楼，年龄有超过15年以上，伫年底进前就要完成外墙检测甲申报。不过，这款大楼有4000多栋，检测人员只有600位，就安尼就甲计划延到明年，目前先继续辅导，明年也针对公共建筑物大型处理。大楼外进行整修救赔工程，因为外墙若讲有太多落来，讲着人效果就严重。全台各地外墙需要整修的大楼未少，像北市府原本要求全市11层以上、厝龄15年以上的4000多栋大楼，年底前完成外墙检测甲申报，无完成者相当开罚5万。因为目前检测人员无到600人，检测单位也加强开班，希望短时间补足人力。如果是 以屋龄跟那个楼高为标准的话那当然就不是说有哪些现象。协会表示，真侪老旧大楼的经费不足，甚至有大楼主为清洗，以表达不满。对此，北市府强调，今年将放宽法继续辅导，明年先针对公有建物进行处理。年底前会还是辅导，不会说就罚款。那明年开始，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针对。公共建筑、公有建筑物要优先由公有公的建筑物来做改善。多发局强调，已经甲检测单位协调，过去一平方米一摆检测费用确实已经起到120至100倍。考虑大楼管委会的负担，甲租费的连带责任，所以今年继续辅导逐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处长华建群提及，若准通放开放外籍移工来到起厝，就会使防止厝价直直起的问题。不过劳动团体也认为讲，这是因为工地危险，台湾人无爱做，是爱先改善安全问题，唔是叫移工来做。政府目前只温存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因引进营造产业的外籍移工。不过最近有媒体大篇幅报道，全台营建工地面临百年大欠工的问题，有钱也不一定找到工人。
所以台政部处长华建群提议台湾应放令移工延期一般的主题或者是上班大楼。其实我们希望开放一些民间的建案，能够招募移工。我们觉得一方面还是可以舒缓一下民间缺工的问题，降低营造成本的增加，甚至进而影响房价。同时，对于这个营造业市场的劳工的冲击也不至于过度严重。内政部向劳动部提案，建议开放楼地板面积20,000平方公尺，或者是基地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或者是规模100亿以上的主体上班建案，因引进外籍移工，按过因就业一再死亡人数，去年才创五年新冠纪录。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反对内政部提议。纵使是移工好了，他们的生命也应该要被保障啊，而不是说只要哪里危险，然后就叫别的人去工作。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思考，事实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农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在其他国家就是想尽办法让这些职业灾害的这个灾害率下降，是花钱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施设备的改善，而不是只是用最便宜的解方，就是让别人来做这个工作。民间团体认为，应该先改善工地设施安全，不是挖苦属于劳动力来补欠工，而且。听工地危险，对技工进行教育训练进行，也先通过卫卫通这一关。劳动部劳发署官员表示，按算一周会举行咨询小组会议，是不是开放，会阁交由劳动部政策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南怀六口温泉附近，伫只暗头啊有民众拍到乌熊仔囝。台东林管处表示，保持远距离，也爱随来通报，对人甲动物，这是上好的处理方式。一只乌熊伫咧南兴公路的边坡顶悬，经过的村民看到是惊一跳。遐若乌熊看到人嘛，随便逃走，结果煞无细字全出落来。从高丽菜到台东啊，路过那个我们俗称的那个六口温泉那个地方，有吓到，因为刚好那个有点陡啦，那个熊也自己滑下来了。二十八头啊，遇到村民拍到的乌熊，台东林管处初步判定是一只乌熊仔囝。遐若会出现伫咧车路边的原因，还阁要进一步了解。不过，台东林管处今年到今，在东部野外发现或者是接到乌熊的通报，就有四件。不过，山顶的村民若看到无通报的，可能更加多。林管处呼吁民众，若看到乌熊，应该爱离较远的。上个月也有一只，也是在路上。原则上，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保持安静，然后面对着它慢慢的离开，但是希望也能够尽快拉开距离。乌熊保育协会在这两年接到全国乌熊通报，或者是疑似乌熊通报的案件有62件，提醒山区或者是爬山的民众要注意。若是去山顶，要记得扎熊笼啊，而且把吃的物件保管好好，唔通让乌熊挖过，避免发生冲突或者是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的港主主管会受请，二十暗时9点外熊熊大火，一直到半暝啊才把火拍花。也因为主管会受不一直发生火灾问题，斗六市公所甲县政府伫一透早进行会勘，希望中央会当针对着大型废弃物处理计划进行补助，减少着这款问题发生。9月20日暗时9点半左右，斗六港处理的主管回收场熊熊大火烧，火势烧到真大，民众马上报案，消防局派出一台消防车前往拍火，一直到9月21日清早才顺利把火拍花。起火的触手那有很多的锂电池，那我想在我们的开挖的部分也发现了，可能因为早期造成天气的变化。当地里长表示，港处理主管回收场主本是粪扫掩埋场，因为捌发生几啊摆火灾，才改做主管回收场。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管理问题。主管单位斗六市公所表示，未来尽职管理，希望中央通针对大型废弃物处理计划来补助。所有的家具都是要经过所有大型家具的粗分类、细分类哈，这个家具的问题才有办法解决了，不然。斗六市人口众多而且学生也多了，每一次到了暑假的时候都是可以说我们家具的最高峰，没有办法去针对这些大型机具来做处理，那我希望就透过这一次我们中央真正能够站出来，来协助我们地方政府或是我们地方的乡镇公所来解决问题。张瑞生表示，仅仅9月20日这一日，斗六道两间主案回收场就火烧，所以才会放废家具、树皮啊、树啊机的回收场处理问题，正经需要赶紧解决。
现在要求环保局辅导市公所做好分类的工作，再向中央争取大型废弃物处理计划补助，望通减少火灾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2005年，瑞正部公告做固定古迹的嘉义旧家阁，正是头一摆开放专区，让民众去参观。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更加了解龙眼内世界，知影讲建筑部的保存甲文化价值。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说，大家出去不要那个联络。透过金星人的导览，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嘉义内底真正的生活。嘉义旧家阁即阵啊全区开放，外界挺好，你来参观即座日本时代就起好的历史建筑。就是讲知影这个所在发生什么故事啊？就是迄犯人的生活是像安怎啊？伊是安怎倒安怎生活啊？1922年起用的嘉义旧家阁是迄当阵受刑人家己起的，即种濒死犯人啊用尸的新型嘉义建筑。目前全世界只存两座，而且嘉义这间阁是唯一原地保存。古色古香啊！1912到即摆要一百栋啊！看得袂歹啊！每一个所在应该拢有家己会当讲故事的所在嘛。我希望讲这个上港嘛，这个所在会当留落来，会当予搁较侪属于这个所在的故事会当讲出来。除了嘉义文物的展览，主办单位嘛邀请剧团来举办实际的体验活动，予民众亲身感受中嘉义内底的生活。就今这不是讲美学物件，就是讲伊即卖设计，你阁可以体验哦。你看，而且体验迄个过程，我是特别鼓励讲这套物件哦，这种模式还阁继续落。这种感受绝对会比你哦，比人用讲的啊，是你看文字啊，是影像来了阁较深，嘿，来了阁较有较家己的感受。主办单位表示，一间一间的房舍，唔难会当展览艺术，嘛会当当作工作室来使用，拍破民众对家家干那咧关人的印象。嘉义市文化局就表示，嘉义旧港甲是国家特有的文化资产。每年台湾设计展，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展览会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去年台东囡仔的册屋创办人，人人叫伊单爸的单俊东，因为心血管的问题，熊熊过身。伊的后生后来把这个重担担起来。伊讲纪念爸爸上届好的方式，就是透过音乐，所以伫十月要举办一个音乐会，继续传承老爸爱。那时候信念就是，无论如何死，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囡仔的册屋创办人陈俊龙，陈爸去年突然间过身，经营册屋20多年，所留下来信念，伊的大后生继续来打，选择做正确的代志。爸爸过身当瓜，陈干汉选择用音乐会形式要来个纪念。我说我们期待可以用他爱的方式。也就是音乐，去好好的跟他说再见。唱出爸爸在生之前所写歌曲《等待》，也唱出囡仔册屋在台东用爱陪伴超过3000个囡仔，更加愿意开时间等待。每一个册屋帮助过囡仔，每首拢会当迈行行，做家己，行出家己的人生，也是单爸在天之灵上大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所高人冠精神，在新竹就一个有机农场，透过科技化的管理，接到订单了后，才开始种甲配送。透过这种方式，会当达到产销平衡，也会当省人工，人客所收到的菜色也是上佳钱的。农场的员工正在把精选的菜色包甲一包一包准备要出货，不过这个农场的产销流程较无同款，是人客先煮完才来种菜。农场的主人是讲，安尼得当避免产销无平均的状况。如果我可以先销售，然后等我拿到订单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订单的量计划性生产，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个人力做到最精简，而且不至于浪费。一般的农民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种真侪农作物，不过收成了却无一定通销出去，所以农场的主人用这款方式来减少风险，而且用科技化的管理，提提起数据来帮助家己的农作物，也会当把这款资讯分享给其他的农民做回来运用。像我们软桥社区，大家都可以用这一台，比方说这里是收集什么风向、风速、降雨量，然后呢还有温度。
湿度都可以，然后这个数字呢，这个所有的数据呢就会上传到云端，好让所有的农民朋友啊，只要是我们产销班还有阮桥这边耕种的朋友，他就可以上到云端，透过手机知道我们阮桥这边的温度跟气候。不管是改变产销的方式，也是运用科技，对农民来讲，对着时代脚步，也是会当有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秋，人人拢会食油啊，不过这油啊要安怎种，才会种到一个油啊米真油，又搁真高级的油啊？咱来听农民来小解，给观众朋友知。种油啊的农民，甲一箱搁一箱的油啊丰收，准备出货。中秋时到日到，台南市的油啊农对八月中就无闲采收，不过这油啊要安怎种，农友报予你知。你有三角形的上好食啦，好。顶管小小，下底较大安尼啦，我即款就上好食啦。那爱拣三角形的，就连油爱配衫，乡亲也着爱斟酌看，才通拣到甜、高、巴结的好货。哎，配衫旅游，爱的米旅游，哎，吼，哎呦，外观是客机啦吼，客机啦吼，客了歹看，迄无关啦。但是配衫在迄门更旅游，内底油啊如何食，如油味，啊如何汤。根据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统计，去年全台湾销出去的文旦就有4912吨，主要销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农业局表示，未来也希望会当和日本参详外销的作业，希望从这项中秋大家定着爱食的果子少淌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民间的赤水川，因为这个所在土坝拢是红色的，所以砖头才会号做这款名。这个社区也结合在地色特色，推出用红土做咸蛋的体验活动，咱也做回来看卖。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是咧讲兄弟若同心，乌土变成金。不过伫南投民间乡，有一位赤水川，算是将红土变咸蛋。以前唔捌做过，抹头抹袜，这样个放喺个草坑，咱厝内有鸡，咱嘛听下做。民众捌手将盐和红土染做伙，先用红土将规粒鸡卵包起来，表面阁过一层草坑，等待21天来甲掰好开，红土就变咸卵了。现在若要生咸卵，是较侪用盐水来泡鸭卵，而像这款用红土生咸卵的方式是较传统，手法又老，阁开时间。不过会当生出口感好、味咸多多的咸卵，加添一份古早味。因为这款体验实在真罕见，也吸引真侪游客报名参加。我们也是很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特色给展现出来，而且用 DIY 的方式呢，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更了解到说，我们这个食农教育方面呢，能够要更重视。民间乡的赤水川，伊的土坝是红土。雨水若压伫红土顶，就亲像红色的水，砖头才会合作这款名。社区也利用这步来强调在地特色和农产品，正正也是为推广家乡规划的一座行程。伊也望透过这款营销计划，吸引更加侪人来这旅游。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北门，有人用蚵仔壳做工具，进而研发出用蚵仔壳做真形多的砖啊！到底是安怎蚵仔壳通好变做砖啊咧？咱做回来看卖。看到涂骹铺的砖啊，敢那生做甲一般人形多的砖啊无啥共，表面有较粗。北门蚵仔壳的工艺老师王敏雄讲，这是甲废弃的蚵仔壳磨碎做的蚵壳砖。它是符合人形步道砖的一个规格，那它是用。粗的壳壳，然后去挤压成砖，哦啊，因为颗粒的壳壳它有空隙，所以它就能透水。古早人拢会甲蚵仔壳烧做火来做建材，如今已经拢互红门土取代啊。敢若剩台南市的安平、北门甲金门关，还有保留烧蚵仔壳的窑。即马专门做蚵仔壳再利用的王敏雄，那是甲蚵仔壳掺入灰仔土内底做艺术品，又搁开发出这种会过水的砖啊，通解决废弃的蚵仔壳，也通兼顾环保。有下大雨的话，我们这个水是可以渗透到土壤去，所以比较不会积水。假设我们来铺这个砖，其实没有反射作用，没有热岛效应，可能会对温度比较不会上升的那么快。王炳雄讲，即阵已经伫北门的五间学校、甲五个社区咧试用，嘛希望这蚵壳砖未来会当受到肯定，互蚵仔壳搁再加做促进生活里边甲环保的建材。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1度。今日最后要带您来到英国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行行新闻》，我是嘉豪，明仔个日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仙。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节气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蚩尤秋，何温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节气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变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明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二八乱穿衣，就是讲旧历的二月甲八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相差较侪。要穿长䊈还是短䊈，就会予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雷声较罕伫听到，四季赢赢飞。袅袅嗦的窗花，嘛咪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七啊当咧挂，海里佫有无同的鱼种，收来台湾西部沿海。啊，若讲着果子吼，奇啊豆豆啊当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奇啊若红，罗汉卡就目可红。是安怎这好食、这水的红气，会予人心上美丽？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长远的爸母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十八罗汉的脚边。唔只，予人叫做罗汉卡。秋分过，气也红，天气开始变冷。遮无母无狗，有路无厝的罗汉卡，就会真艰苦。唔只，人会讲气也红，罗汉卡就目可红。六，秋分，短䊈，长䊈。二八乱穿衣，春分秋分，明日对分。
皮啊那红，罗汉卡啊就目眶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最喜欢的这季。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鸟挂仙，我要来去散步了。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啊，好，来来来来来，好。